研究人员发现，将讨厌相态的人的 DNA 与喜爱相态的人的 DNA 进行对比后，讨厌相态的人11号染色体上的一组嗅觉受体基因中发现了常见的单核苷酸多肽性变异，因此讨厌相态的人是受到遗传影响。你喜欢吃香菜吗？